你相信我，我就得了啊。你无相信我，嗯，无出来拜托啊。好呀，做神，你就讲是真。我大圣也是假，听你。我叫启禀大圣爷驾到。有请大圣爷吃我们今天为你特别准备的香蕉。是我们大圣爷他出堂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香蕉，而且我们大圣爷他很特殊，他吃香蕉是跟我们人不一样的，他是连皮一起吃下去。有人就会问说，那这样居生不会有事吗？其实既然神佛呢，他来借用机身的身体，很多事情他就会无形中给他显化，其实没有事的。哎，这一点请我们的粉丝团呢放心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好，来请喝茶，请大圣爷喝。是不是要把那个你最喜欢的香蕉吃完再来开示呢？启禀大圣爷，今天有我们董事长的粉丝呢他应该有事要跟大圣爷那个请示这样子。大圣爷爷你好，我好喜欢好爱好爱大圣爷爷你。我跟你说，我会让用写一组数字出来给他嘛。我跟你说哦，他一看就好了，我不要说出来哦。大圣啊，这边给你的。哦，感恩大圣爷爷。写给你的，你不要说，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你也很疼。你们就听小七儿，小七儿嘛怎样的啦？好，今天就是有一点小小事啦，被来蒙大圣爷爷了。说、我哈，为什么忠孝我也做到了啦，仁爱我也做到了，信义我也做到了，为什么最后一战的和平，为我那个孙子从一出生？两个囝生的孙啊，拢是我一手带大汉，即马拢大汉孙，伫大学毕业了，老二的哦，今年一个要美科大学了，一个也跟大圣爷爷也是有缘的，他是跟我们两个妈孙啊，其生日是9月3日，我们是同也是同月同日的生日，所以大圣爷你说。我们大家都很辛苦啊！我是想说，为什么到最后一战和平呢？到底我要走到什么时候？我虽然很健康，我也多少孝利啊！你们个什么时阵孝利啊？你这样啥意思啊？我知道，可是这样安尼想久啊。我个，我无啥，我无啥想咩。无法度，哦、我讲无法度，我已经写予你啊，就迄张民警迄数字，你行大概迄时阵考得到。所以我拢独来独往，我也找不到讲适合的人能够。我拄好写予你迄，唯有改迄数字有两个意义，你等于慢慢来，慢慢来哦。你若听做两个数字来念，你就感觉会出来。啊，迄另外一个迄数字，你拄仔问迄问题，当时会当解，就是迄数字，你了解无？知无？一定要达到我自己的目标跟目的，我才要跟着神佛回家啦。我笑你啊，不是，你要走，你就可以走。你死去一个，死就一个，无可能两项拢互你当得的，两个拢甲你有关系。
你失去一个，得到一个，世间就是这么公平。一环胜爹爹呀、啊！吼，他要在我床头放下写下一个镜子的镜，我拿起来我哭了，整整快要两个月，就只为了那一次镜子里面的镜，我自己跑到镜子前面去照照看，为什么一环胜爹所给我的跟我自己看到的不一样啊！我很伤心啊！镜中的你是你吗？镜中的你是你吗？那是你想要安尼尔，你用比别人有足济啊，是转啊是你，敢是好的吗？对啊，所以迄天我在看手机啊，打算爷爷你会自卑，你又会依恋。把我拿到董事长你的频道，然后他又先生下来给我看，我自己一个人趴在那个床上，我哭得好大声，我从哭又声哭到无声，我说我一直都是干母娘，好服务母娘，好我妈服务母娘就哭了，母娘看到我回去花莲的总庙，他一见到我，他说他等我50年了。我说母娘，我要回家。母娘公，给我有空可以常常回花莲去，可是不要想要回家，要等缺货来接。你要等较济处理工啊？你两个拢想要订吗？我下日数日到，你就是，那你家己看的，无我来讲的啊。系啊，你收我未？因为我怕完，你有事情还没做完。对啊，你有事情还没做完，你说要走走，自己去倒，就去倒，好。要上天安排，要我上天，要我下去，我都。你等你红更变白更，红更变白更。好啊。时间到，了解意思吗？董事长，我告诉你，补了财库，买了龙宫设立，有助于你还阴债。我举例说明，您就会懂的。还了阴债，你就会发现装满金银财宝的金库。这时候的你需要龙宫设立来打开金库。买过龙宫设立的粉丝呢，都知道买了龙宫设立后，财运会顺很多，也没有出现破财漏财的情况。打开金库的前提是要拥有一块龙宫设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要想延续不断的财运，一定要行善积德，广植福田，不然还是会财来财去一场空。加董事长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。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金山银山通通带回家。启禀大圣爷哈，现在是有一个粉丝信众呢，黄志龙，因为上次我们拍那个财神爷的时候啊，我说了，因为财神爷分先天的财神跟后天的财神，那他疑问说，那冤亲债主是不是也有分好几世？他说他参加了我们庙里的离斗法会，那有度冤亲债主这样够吗？还是要做什么加强？请大圣爷啊，你两个做主持人。以对外靠的怨魂减轻，以冤亲债主的减轻，以对外靠的怨魂有多深？伊冤亲债主都有偌济，伊家己无代无志，苦海济，冤亲债主来催伊，即冤亲债主是伊，又来哦，伊心中的对外靠的怨恨减轻，主人有无啊？即马我们百姓也咧开始啦吼。伊讲，因为咧冤亲债主呢，有当然是咱宿舍所来分来业，但是有当时呢，就是讲咱只有肉体存在，卖造成讲啊互相冤亲债主相牵连，所以咱大圣也是咧啊，可能讲这个黄志龙尽量在我们现世就不要跟人家有什么互相的冤欠，还有呢，就是自己啊特别小心。因为有时候一不小心呢，就跟他有了结了这个怨，
啊，这个愿就是变成愿亲债主。那所以说，把自己心中啊多放宽，多放下，啊，就算别人辜负了我们，啊，我们尽量能够以不计较的心态，相信呢自己的愿亲债主就会越来越少，能够解决。那大圣爷对不对？啊，大圣爷说对的哈。你也讲，伊少年的时阵是安那过生活的，过家己想想，伊少年的时阵，伊是安那，伊的家庭，伊是安那处理的。你头前安那做，你后边，主人就是安怎嘛，对不？弥补嘛，你都有时间通弥补的啦，好，看你有时间的时阵。弥补吗？我再稍微做重复一下哈。现在大圣爷啊，他所提示的，就是说，或许啊，在之前你家庭种种的事，也许说你的处理还不够圆满啊，还不是很完善啊，所以因为这样子啊，也许会造就说跟你是亲人子女这个感情上的生疏啊。那根据我所了解，因为子女他是来一般来讲是来讨报的，所谓的有善报跟恶报，哦，前辈子如果你是跟他啊有这个善报的，那你的孩子呢自然就很乖巧，他不会说找有你的麻烦。但如果是因为上辈子的问题而变成来讨报的呢，那当然这辈子恐怕你就要比较辛苦。因为了解的事实，也不要说用打骂孩子的这个状况，用我们平常时候啊，你能够多做好事，解消你自个前辈的冤亲债主，那如此现象，他就慢慢会改变他对你那种啊很恶劣的看法，那当然家庭就慢慢会转为很祥和、很顺利啊。这个是在我们啊宗教界啊一直了解的事实。如果跟你答复不够很圆满，那请你还包含一下啊。6号到7月18号到花莲去。你要去花莲哈？但是去花莲坐火车，好不好？你坐火车去哦，可以去啊，坐火车吧。大圣爷的开示哈，应该是可以啊，但是大圣爷一直说坐火车。那应该是只是你说去最好大家能够共同啊有搭火车到花莲去，那这样子也可以完成你的使命嘛哈，这样子在路途上啊种种才会比较平顺平安，免操心了。大师爷这样说对吗？对。花莲的赈灾路途遥远，且路途蕴藏着余震的风险，台湾车程更是长达16个小时。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一定会护佑我们平安回家。你现在来了吗？来了。有政府单位的人员告诉我，把钱跟物资交给他们，他们会给我一张奖状。但是我认为奖状比不上小天使拿到物资开心的笑容。要不要关上吗？好，拜拜。天哪，妈妈你吃方便吗？谢谢大家。还是妈妈问你吃。谢谢大家。为何我们的宫庙的神灵跟祭统都明显走向不正当的行为都没有报应？你讲无就无嘛，伊嘛是提一项换一项呢，那也无报应。你看无呢？我也是还多再加强一点哈。其实报应的早晚啊，因为这个有个人的状况不一样。有的人他本身有福报啊，是上辈子的，或是他因为他父母中间给他的福报，或是祖上有德，那当然这个时间点他没受到报应。他是在享受他的福报，但是福享尽了，业报就到了，哦，所以说一般来讲，84000法门，哪一个法门都一样，你知法犯法，那是比一般的造的罪恶会多加一层，哦，因为知法要守法，那你知法的人，你反而为了自己的私欲犯了法，那当然这个到时候。如果你的福报享尽了，你受到了恶报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这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。
不是不报，是他的时间还未到，是硬白来讲是这样子。徐炳大师也对吗？对，一本来会当活六十，凡事变五十，那无惊，也是会惊啊。当伊无法度换的阵，就知。大师也，今天粉丝叩问就到此啊。请问大圣爷，有啥物要感谢的众生继续无？你相信我，我就得来啊！你无相信我，无需要拜托啊！好呀，做神，你就讲是真啊！我大圣爷就是假，听你。这边大圣爷哈。他讲啊，业呢，我无不生气。所以讲，大圣啊，你行为呢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啊，当然啦，有的人伊讲比较，也是讲有发私心呢，请大圣也讲，咱卖介计较，咱做咱的，互你的信仰啊，互你的粉丝啊，拢一个有啥问题，拢总会得个解脱，会当互伊家庭圆满，互伊事业啊成功。安尼，予大家做肯定，予大家看讲，大圣爷，你的真假做出来很快，这点呢，就用把你的行为表露出来。好，我当休困了吗？别走了。好，皇上。谢谢我讲的都是很开心，今天大家一起来，好来观看我们今天的问世，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龙宫舍利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舍利磁场强大，如果你带了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舍利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。这就是龙宫舍利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，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？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，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，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，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，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一副送穷，我要发财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龙宫舍利可以招财，有财无库难大富，万事白忙碌，有钱存不住。想要一副送穷，让宇宙四面八方的财都吸到你的财库，三星四星天天中，你能行善天下，就能有求必应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